监视一个科学家，向民众学习，才是你神圣的工作。我们出国结婚，不会准你出去的，也绝不会放我走。听我的话，感情的包袱别太重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跟你只是一夜夫妻。你们想造反了？讲不讲理啊？你跟毛主席讲理啊？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串联到北京的已经有几百万人了，到处住得满满的，人家查出来科学院还有空房，为什么不借出来住呢？你出面借成功了，井冈山来的红卫兵就会领我的情，帮我跟别派的红卫兵斗。我不管你去跟谁斗，不要把我扯进去。是周大同、周研究员拒绝不借的。院长，我没有啊。周围，周大同是我父亲，批斗该由我来。让他做个大义灭亲的榜样，让他做个大义灭亲的榜样。跟爸爸走。不行，明天还要比赛背书。不要比了，叫别人去比。咱们一辈子也比不过别人。不行。不比赛，我就不是红小兵。你听，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，河深海深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深。毛主席啊，毛主席，谁的恩情深？抚养你的是我，不是毛主席。